修读改革中神学。过去十多年来，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就等于上帝给我们的其他的同工姐妹机构啊，第三千禧年李建安博士等等很多的机会服侍中国大陆的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牧者、讲道者和负责教导的组内的同工同道们。那十多年之后呢，今天我们手上有着不同的网上的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所得到的资料，如何整理出一套训练的课程或者一套的训练的计划呢？那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套的训练课程是给谁的？那答案是，我心目中的对象，这套训练课程的受惠者是，第一，在教会里已经是清楚重生得救，还有在教会里已经从事某一个程度的教导或者辅导或者门徒训练或者传福音的工作的主内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呢，就等于是圣经所说的监督或者执事的候选人，他们不是出信的，是在教会里面信主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论是传福音布道、出信的栽培跟进、门徒训练、带领查经、教主的学生的服事，在教会里面担任某一个程度的领导，是这些的弟兄姐妹。所以这套的训练课程的底线，就所谓的入学的条件，是有圣灵和教会的明证，这些弟兄姐妹已经信主啊，有操练啊，在读经方面呢，至少整本圣经读过一次，然后不论是在个人布道、门徒训练、出信栽培、查经或者带领主日学、带领教会方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操练，而被弟兄姐妹、教会领袖们承认是可造之材。也就是说呢，我们不是为那些独行侠进行训练的，更加不是为那些感觉到自命清高的信徒们与教会脱节，甚至乎花大部分的时间批评教会 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他们的，是为着中国与海外的华语华文的教会将来有着健全的牧者、长老、执事、主日学教师、查经的带领者或者教师和圣经辅导员。好，这个是我们训练的对象。那训练的所谓毕业的水平是什么呢？首先，在我所心目中所设计的课程的所谓毕业，必须要有教会的承认。也就是说呢，每一间的教会都可以从事这套的领袖栽培或者神学训练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入学之前，教会的监督们，不论你称他们做牧师、传道、负责同工等等，负责治理教会的同工们、传道们、长老们呢，要过滤甄选那些进入到这个课程的学生们。那这些学生和审核他们的都不必受过正规的神学教育，包括那些要审核进入到课程的那些的牧者、长老、监督们。因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最重要的考虑是每一个个人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圣灵兴起了他，也就是说他不论在布道、门徒训练、查经各方面呢，有旁边的弟兄姐妹证明他已经走过一段路，最理想的是已经有人要就是跟着他，或者是他的事工的受惠者。那这个问题有谁来回答呢？由那些在教会里面负责带领治理的领袖们来回答。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整个的训练的课程呢，应该是由教会担任做主办的。材料已经很丰富了，不论是我所派录的第三千几年可以供应的，李建南博士已经做过的等等呢，这些都已经足够办一所所谓神学院或者基督工人训练的场所或者是计划。材料不是问题，问题是谁来主办，谁入学。好了，那毕业是什么呢？啊，那这个谁能够毕业呢？也不要用或者不要仅仅用学术的表现来衡量。也就是说呢，当教会愿意采用这套课程的时候，同时要做一件事，要为毕业生做一个定义，做一个素描。譬如说，一个毕业生是第一，能够表达出圣经最重要的主题教义；二，他有足够的方法能力去解经和解经讲道；三，他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圣洁和智慧；四，他能够表达，前面讲他能够表达圣经里的主题教义，能够解释圣经，还有一点就是他能够用语言来表达，一方面有恩典有智慧能够表达。那刚才我列出几个四五个毕业生的素描呢，是不完整的。那还有什么呢？啊，由教会来决定。你大概要列出一个至少八最好到十二个毕业生的特点，那这个责任是落在教会的领袖们的肩膀上，不落在我们这些神学教育的同工肩膀上的。所以呢，你这个一个人能够毕业呢，除了读好这些的课程以外，同时在教会里的生命和侍奉的操练上要有教会来监管。这样子呢，我们能够恢复到一个，特别是弗兰姆所提倡的，恢复到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工人的兴起、工人的训练、工人的甄选和承认的一个的制度和情况。好了，下面我只是讲我所录过的神学课程，就不包括教会领袖们应该做的入学的审核、毕业生的素描和在读神学之同时的生活和侍奉操练的要求，包括讲道、包括教导。我所录的课程，课程是指一课一课的啊，最基本的就是入学之前或者入学之后最基本最基要的课程有下列这几课，你用哪一科开始都可以，不过最好把这几个都读完就是了。第一，首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那当然很多弟兄姐妹这八章的罗马书都读过，不过呢，我的罗马书一到八章的课程里面包含了很多，特别是从约翰穆里的注释里面一些的看见。至少这个罗马书一到八章的课程呢，能够给所有的学生和督导学生们的领袖们，希望他们也听这些录音，达成一个的共识 consensus， 大家都承认罗马书一到八章是讲这些东西的，这些的名词的定义是这些，罗马书一到八。第二，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录音。第三，就是神学导论这59课。罗马书一到八
啊，威敏斯特信仰告白和神学导论一和二。可能神学导论一和二呢，是这个课程里面，进到这个课程里面先要修完的。那教会里面需要有一些的同工们呢，懂得怎么指定一些功课作业，不论是默想的问题，或者讨论的，或者是要写下来的作业的问题。我为神学导论一跟二已经写过有四套的功课，就是跟着60科的课文讲课和所指定的阅读配搭的一些的功课作业。好了，过了神学导论，就是过了罗马书一到八、威敏斯特信仰告白跟神学导论一跟二之后呢，我们就有几个方向要同时进行的。那这个先后次序，什么是先，什么是后呢？没有一定的说法。不过我个人感觉到，过了神学导论之后，最好读的是下列这几科：第一，认识恩典之约，这个是旧约神学。二，解开奥秘的旧约中的基督。三，保罗神学。四，护教学。五，早期基督教教义。六，教会论和宣教学。这六科在读完罗马书一到八、威敏斯特神学导论之后呢，是比较理想的，让弟兄姐妹在圣经宏观的来看的一些的教义上有根有基。恩典之约、旧约中的基督、保罗神学、早期基督教要义、护教学的初级班，还有教会论与宣教学。过了这些就已经走过很多的罗马书一到八、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神学导论一、神学导论二、恩典之约、旧约中的基督、保罗神学、教会论与宣教学、早期基督教要义和护教学义，已经十课了。若能够继续下去的话，就加上天国，就是福音书的天国，还有护教学二，就是基督教知识论，还有清教徒的敬虔。那这课呢有不同的标题，敬虔的追寻，或者清教徒的成圣神学，还有圣经辅导，还有敬拜赞美。加起来呢，刚才我数出的是15个课程。那这些不包括一些大块头的教科书的录音或者录像，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一、卷二、卷三完整的版本和卷四的浓缩版，不包括伯格夫系统神学导论、神论、人论、罪论和恩典之约论、基督论、圣灵与救赎论、教会与圣礼论和末世论。加尔文、伯格夫，那这些呢都可以在这15科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终极的的课程。加尔文、伯格夫，还有一些个别的书籍，就不是宏观的总论啊。弗兰姆的圣言论是非常值得去细读的。弗兰姆的圣言论、 Ritterboss 的天国的来临，当然是配福音中的天国论。旧约中的基督 Christ of the Covenant， 罗伯逊的配认识恩典之约。 Richard Gaffin 的复活与救赎配保罗神学。教会论与教会生活配教会论与宣教学。
我应该还没有录过宣教学概论 Barvin 的配宣教学。当然克隆尼的教会这本书已经在改革中出版社其中一个的网站有电子版了，那还有其他的我正在进行录音的不同的教科书。所以一开始的是罗马书1-8，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神学导论1，神学导论2，之后呢恩典之约，保罗神学，护教学，这个教会论语，宣教学，早期基督教要义讲了，等等。之后呢还有其他的，把这个整个的系统补满的，有福音书的天国，有护教学2，就是基督教知识论，圣经辅导也可以分1跟2，清教徒的成圣的追寻等等。还有一科的选科，我在不同的时代录过的，就是题目有不同的称呼，敬拜赞美的重寻，或者圣诗与上帝的主权等等。那这个就又是另外的一个的科目。你这样子读下来呢你不论从前面，总之从前面罗马书1-8，威敏斯特跟神学导论读完了之后呢，不论你读几个课程，你都会对圣经的教义有某一个程度上最起码的掌握。其他的加尔文跟伯克夫呢，我感觉到国内国外的弟兄姐妹很快就先跳进去加尔文或者伯克夫呢，应该对大部分的人来说是言之过早，而这个的确是一个过去的很普遍的现象。在这个整个学习的过程中，需要有带领讨论的、督导和辅导的，参考圣约福音神学院 CETSEDU.org 圣约福音神学院他们的教学法，有小组讨论，有督导功课的老师们。督导功课的老师们只要能够掌握到一些的课程的内容，大概正确的答案的性质，可以胜任的。所以重要的是以教会或者一群的教会做单位，这些教会的牧者、传道、长老、监督等等，同心的定下毕业生就是传道或者是教师的素描，也定入学的起码资格，定下除了学术以外的一些的生命跟这个侍奉实习的要求，最后有一些负责带领讨论或者是审核功课的一些的助教。那这些的都应该在教会里面产生。事情说的似乎是复杂了一点，事实上是很简单的。我相信圣灵兴起了教会，圣灵也兴起了愿意去努力去承认寻找恩赐的领袖们，圣灵当然也兴起未来的工人的。愿神赐福给这片广大的合唱和海外的众教会，神祝福你们。